千寻爸妈不小心来到了黑森林，吃下了坏巫婆的面。千寻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来帮帮这可怜的小女孩。好巫婆给了千寻解药地图。坏巫婆又再次来捣乱。眼泪落在项链上，跑出了黑龙。咦，水怎么在动？是仙女耶。解药拿去。千寻一家又再次团圆。